那个传代理啊，打电脑传手机哈，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哈。那既然是个产物的话，我们不能避免啊。我们今天就来露几招哦，这几招我相信啊，你们今天来的人真的有福的。我真的是三年才传一次的，我不传想传那么多了，有人不相信呢。我们三年的传一次的，我记得在三年前是在传这个东西。我们不是广告的，那这个长时间的一个专注的姿势跟压力，我们头有重量嘛，颈部是支撑的重量嘛。这个你拿一桶水，这个很轻，你走到这个水源市场没有问题，叫你走到这个台电大楼，你可能就酸了，就是这个原理嘛。那个重量给你撑着嘛。头的重量帮你撑着，你当然脖子会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您就会导致你的肩颈，肌肉的一个紧绷。紧绷的话，你血液循环就会差。血液循环一差，为什么？你的氧气就没办法出来。没有氧气，没有养分，没有营养，你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它是应该讲元凶啊。但是制造元凶的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不能怪不动的啊，是我们自己要不动的啊。那我这边写得很清楚啊，这为什么会酸痛呢啊？那这边就写得很清楚了啊，血液循环不好，然后造成肌肉的氧气不足，乳酸引起疼痛或僵硬囤积啊。那这个疼痛的物质啊，刺激末梢神经，那疼痛让肌肉更紧绷，那你就一直在恶性循环，所以你不容易好。你要好，你这个也代表你什么呢？你的乳酸没办法排除，就是你要排毒啦，要把自己的毒排掉啦。我们这边好多排毒专家，对不对？这个梅医师不见了，哦，这个我们有这个黄大师啊，还有我们这个一招大师，他们都是排毒专家，你们可以请教他，排毒，我帮你处理酸痛，我一直跟你讲说，先去排毒。你才会永远好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就恢复刚我讲的这个东西。那其实我们这个，像我们的这个颈部啊，我们三步五十啊，我们要做几个运动啊、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做这个大象点头嘛，哎呀，你没看过大象点头，大家从来没有这样点过了，大家一直这样，他点这个代表点头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太重了，他一点他头抬不起来了，所以大家点头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是这样，不是像我们讲的，这样点头，那更糟，恶性循环，对不对？你到动物园，你站一天，看他点头，他有没有这样点过？没有，他一定是这样，就动，对不对？第二个。要回头观看。什么叫回头观看？偶尔要刺激这边，然后这身体不动，尽量呢身体是往后到不可动的时候停顿一下，然后再回来。这个很重要的。再来就是犀牛嘛，犀牛也不是这样啊。犀牛它也是很聪明啊，它跟大象可能是同类的，那个看起来很像，它是这样子的。犀牛是这样低下来，你看它是这样。这样起来的，再次好，应该把灯打亮，才看得清楚。来，然后先是大象还是犀牛？犀牛，哎呀，犀牛啦！两个方向吗？还是一个方向？两个方向。常坐，打个电脑来坐一下，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啊，这个我们五十肩哈，这不是，这个是我们全身能量学。这个只要做这个动作，你六条经脉马上通。我们等一下再做。这个在美国自然医学全身能量学它获奖的。当初这个运动啊，失传了200年。我真的教授这样跟我讲的，是最后几年，他说你不要再传这个了，不要不传出去啊，
但是只传子不传女，当初是这样子的嘞。所以我跟教授讲说，你教我，我三年传一次，过没过吧？啊、哦，所以我第三年是有原因的，我不随便传这个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有我们的金秘书长啊、哦，因为他是这个年轻力壮，做的最标准啊，我还没那么标准啊。这叫什么？术业有专攻啊，就是运动专家啊、哦。我们等一下会来做这个日本的哈、哦，这个前动关节运动，50间马上消除，而且马上预防，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动啊、哦。这个我们打在最后，我们先看筋骨怎么动啊、哦，停一下啊、哦。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啊、哦，你看。这是金秘书长年轻的时候了，年轻的时候照的啊，他跟我5年了，年轻的时候照的啊，在年轻的时候啊，那时候还没退休了，现在退休好几年了啊，我们先把它讲完，我们再做运动，我们再不会乱。好，那其实这个我们很多人啊都有腰痛，这个腰痛每个人都有哦。那其实啊，这腰痛我们也跟大家讲，不要随便的按摩推拿哈、哦。这个我们西医有句话，大家可以去做评量啊、哦。这个刚一上药的时候，很多西医讲说要用冰冻哈、哦，冷敷啊啊、哦，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啊、哦，讨论的空间啊、哦。王建民受伤的时候。这个他们建议用这样子哦，就先用冷敷再这样子处理，我就知道上一期他不能投球了，冷敷是错误的，啊，那我们呢这个，这是我的想法啊，我没有讲医生讲的错哦，你们可以等一下为什么是这样，但是呢，保持安静不要乱移动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啊，啊。那我们这个如果有腰痛的话，我们一定对不对？为了要舒适，我们一定要先找个东西能够靠背就靠背，然后你不要挺，不要挺直，挺直你会更痛。那个姿势最舒服，你就做哪个姿势了。这时候反而是这个样子哈、哦。哦，如果你能够躺下的话，哦，我希望你在这个，因为你闪腰嘛，哦，你那个脚太靠拢的话，你就更痛。所以我建议你中间放个枕头。哦，如果呢，你要仰躺的话，我希望你这个姿势。这个是我们经过我们研究了，我们专门在治闪腰的，哦，闪腰的哈，啊、哦哦，这是我在这个罗斯福路在上课的时候，闪腰哈，当下力竭，当下力竭，啊、哦，这是我们的，这不是今天要讲的哈，啊、哦，还有抽筋啊、哦，我们抽筋大概一个姿势就解决了，啊、哦。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，稍微有知道有这个优势、哦、那平常呢，我们这些动作，我们尽量避免啊啊，这个啊睡要有睡姿啊啊，不要这样睡啊，这样睡就完了 啊这样睡也不对啊啊，一般这样睡可以告诉我们，在上面那个一定比较倾向长脚侧，你懂意思不？倾向长脚侧。胃平衡嘛，三角正位摆上比较多了，倾向，我讲的是倾向啊。哦，这个也不行啊！哎呀，这个髋关节严重移位了啊，有这个就要改啊。会怎样？哎呀，你髋关节移位啊，你就第二天了、啊，你什么痛都来了啊，循环会差啊，循环会差。哦，这个更不行了 啊！而且他打屁股这样不行了啊。哦。这也不行啊！哎呀，你看我们睡的姿势很多嘞，这都不好啊、哦！来，这是正确的哈、啊，刚讲过了啊，对不对？为了这样睡，不管是侧睡怎么样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你的压力最小，而且肌肉最容易松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体质不好，你中间给他弄个小枕头哈、哦。但是你会看这个图，他的膝盖都永远都不离开，膝盖不离开的啊。哦，坐要有坐姿啊啊，保护脊椎啊啊！哎，不要小看这个啊、哦，哎，这个也不对啊、哦，你看，哎，它之间就有个角度差
哦，那你长期你就会受影响，哦，这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哦，很多人喜欢翘脚，看见那有没有人翘脚？翘脚就是这样的，差九度的，长期差九度，你就长短脚更严重了，啊，什么事情都来了，好。老师，我发现翘脚不舒服哦。你习惯，比如说习惯会这样翘的人，那你要把习惯这样翘，一段时间来平衡的，左右髋关节两边就平衡了。问题是你那个掌握度啦。坐着也是啊，比如说有你的掌握度了啊。坐老是一脚伸出来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人，把他推了以后再把他呼再回来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当老师的不能这样讲，你可以这样做。我不能这样讲，万一掌握不对，你说老师教的，那就完了啊！来，我们等一下，这个我们先讲完鲸鱼运动。就目前为止啊，全世界最能够改善椎间盘，我们椎间盘一直没有养分、氧气，或是那个，我们是这个啊，我们这个我们研究很久啊，等一下会做实体再照相啊，照的比他像啊。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照的啊，哦，这个如果你长时间做，真的要绑腿，要学习绑腿啊！我坐飞机都绑腿的，啊，那个人家那个空中小姐，人家见怪不怪，还说你有概念，为什么？今天你绑腿，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你髋节不会再移动。第二个，你很容易挺胸，你绑绑看，绑时间不动就很容易挺胸，你不绑腿你就这样乌龟脖啊，哎，就是乌龟脖，哎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哎，是叫下子血液长期循环不良，就是血栓啊，不会的，哎呀，这个人家90年的验证啊，这绑腿是最好的，人家有试过，哎，人家有用那个眼外线去试，哎，哦，那平常你膝盖痛，你就来做这个运动嘛，绑起来，然后翘脚，对不对？尤其这个像这个中风的，用健康的脚来带瘫痪的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们提东西啊，很多人闪腰就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啊，这个阿嬷啊，这个妈妈啊。踢个东西啊，哦，就闪到腰了啊！哎，上次闪到腰，好了吗？是你闪腰吗？是吧？啊？吉祥。吉祥不是你吗？哎，吉祥是哪一个？是我，但是我没有闪到腰。哎，怎么又写闪腰？害我好急啊！哎呀。哦，我们弄这东西是有一定的方式的。好，哦，这都很重要哎，不要说逞能哎。像我们的这个有没有很多阿妈，这个洗衣机啊，或者是烘衣机啊，就用这个姿势啊，哇，闪到了，你跪一下有什么关系？又安全，哦，又用那个，哦，我们抬东西也是啊，我们分段抬啊。哦哦，当然了，我们有分了左脚抬，哪个脚要蹲呐，啊？哦，这等我们下次我们专门来讲这个课程，我们再来讲。哦，哪脚长，哪个脚要蹲，哪脚要用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但是这个，啊，哦，这个很胖的，这个就是之前的我了。哦。坐骨神经下次再谈啊，这个后腰痛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。哦